喂，大哥有麦吗？来，能听见，能听有麦见。有麦。好嘞，开搞。那双方都是萌新啊。好像是，主要也不一定是萌新，因为这玩意好像试玩，你无论玩多少局，然后结果他都会那队个。长，你在这个雷塔塔后面放个 OP 吧。为什么我用队长，神都会这么卡？好的。啊，我正在放。明白，我去加他了。我从对面跳过来了，但是我看了双方都是猛禽，为什么对面赢了？拼标，步兵小队。好家伙，就遇上人了。拼标精确标啊！兄弟们，发现他的人品给我扫射。尽量精确点啊！我直接扫，我盲扫的。点了，来跟我移动。这边的战场就交给他们来处理，我们负责侧翼。那个什么萌新爷爷，要不你去当指挥官吧？我们没有人当指挥官。不了，我不敢玩，我玩指挥官太菜了。那个队长，你 OP 尽量往前更新啊，尽量往前更新。你实在不会的话，你跟着我。不是，刚刚我被人爆头了。哦，知道我也被人爆头了，你跟我来。我就在你后面，你跟我走。谁啊？有点假，我看一下。有，不是，是个挂逼，是个挂逼，精准挂逼，我去封他。等一下啊，我去查询一下他的那个记录，200米外直接锁头，是个挂逼。我就稍微多一点。